好，我是妹子，好开心，欢迎你来到我们一起守护生命的第七场。那我非常非常的荣幸，今天可以成为其中一位的主播或者是主持人。一起守护生命这一个活动非常非常的有意义。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以亮打电话给我邀请的时候，我真的是二话不说。你说生命这道门的门槛高不高呢？很多人活下去觉得门槛不高，我可以拼下去活下去，但是对一些人来说，要活下去门槛好像有点高。然后这些有临床经验的精神科医生、临床经验的心理师、辅导员，这些守门员在这个门槛守死死，哎，不要这样，不要怎样，不要怎样，或者是陪伴那些有自杀意念的人，但是其实这个守门员就是不够。我跟你说，真的很不够。这一股疫情其实让我们看到，这个门是锁得很不紧啊，应该这样讲。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更多的守门员。那一起守护生命这样子的一个活动，23个辅导单位携手发起 ，OK， 特别在2021展开，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然后，这整个系列的 FB 直播是一共邀请了13名相关的专业的辅导员、心理科医生一起来主讲，然后就搭配不同的主持人，所以我是其中一位，我很开心。然后我身边其实有两位好拍档也是有参与的，就是 Supuna 讲广东话的，还有讲福建话的莹莹。听说下个星期一就是莹莹那一场了，非常非常的期待。那今天我也是带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呢，我觉得，做人呢，有一个很基本的能力是需要去学习和去掌握的。这个 skill 呢，就是同理，你知道吗？就是换位思考这件事情。无论你长多大，你就觉得自己好像不够还是不好，尤其是面对相较比较就是生存意念比较脆弱的亲人，我们很爱这个人，但是你不懂怎么帮他，那种让你有的焦虑、担心，甚至生气自己，甚至会自责的感觉，这个东西是需要有一个窗口的。所以在这个期间呢，就23个辅导单位携手发起，这个一起守护生命的12场的这个讲座，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如何陪伴有自杀意念的亲人 ？OK， 那讲明是亲人哦，就是你跟他就是亲戚关系，或者是同住在一起，跟你很亲的人，你可以接触他的，甚至他可能就是，如果他有这方面的想法，他会第一个先透露给你听。亲人，我觉得，亲人总是让我们就是欢喜，让我们忧啦，应该这样讲。OK， 那今天这个脸书直播有很多的单位一起 cross post， 包括我的 FB， 等下我就会去我的 FB 那边看一看大家的这个留言。 OK， 那有好几项东西要提醒大家，在还没请出我们今天的这一位主讲人之前，我先来提醒大家哈。第一个 share out， OK， 我跪不到啊哈， share 出去 please， share 出去啊，因为你会帮到更多的人。 OK， 你会帮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是有这个学习同理的需要的 ，OK。然后能够的话，我们也做一个家里的守门员。你有那个基本的 skill 啊？哎呀，有几道板斧咁样啦，识少少啦，未至于扮代表嘅。我唔希望大家有机会做代表，只不过真的是需要到的时候，你这个锦囊哈就可以拿出来。哎，我听说可以这样这样讲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另一个呢，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在听我们这一个脸书直播的时候，它相对，因为你知道 FB 就是一个很多人喜欢打屁啊轻松的一个地方，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它相较的严肃，但同时我们是轻松的学习。但是呢，如果你在看的过程里面，你觉得哎，我情绪不是很好，好像提醒了我一点东西，我想要讲话，你知道吗？你叫我 comment 又很长，我很懒惰打。OK， 可以，没问题的，你可以拨打我们提供给你的这个免费协谈热线号码。OK， 你看我们很专业做到，下面呢就有这个走马灯
大家看下面不断，哎，不是走错方向，这样子这样子哈，哇，我跟你讲，全马全马的，你可以讲这些单位就是跟我们一起合作的单位了，嗯，然后呢，哦，是哈，等一下呢，我看一下我没有 silent 我的电话哈，很重要哈 ，OK， 好，可以 silent 了，哎，那这个电话你可以拨，任何时候都可以拨，甚至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OK，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有任何关于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如何陪伴有轻生意念的亲人这个话题，哎，你有东西要问呢，就是如果你有所经历，你的 case 比较特别，特别想要就那 case 问一些东西，非常好，我们一起来学习，你都可以在你看到这个直播的 FB 那边留你的 comments，OK，okay？ 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位小编。他非常勤劳的会整理所有 crossbow 的这些 page 有的一些比较重点的问题都会放进来我们的群组当中，我们就一一的回答大家 ，OK？ 所以这三点啊，大家都清楚知道了。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是八点开始，希望去到九点半。那这个发问问题的过程，你随时可以发进来。那我们去到某一些位置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你问题进来，我们都会就是。跟你们聊一聊，就是回答你的问题。好了，事不宜迟，我很喜欢跟辅导员聊天，你总是能够在他们身上真的是学到很多东西。我跟你说，辅导它就好比人生里面很重要的功课，你知道吗？不是说你要天天辅导你身边的人啊，去说教，辅导不是说教，而是跟他沟通相处和了解他，聆听他，这些 skill 在我们活着的人生当中至关重要。如果你觉得人生最值得经营是关系，那你的沟通要很懂得做。那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一位辅导员呢，他有15年的辅导经验，我们先请出他。我们有素云。 Hello， 素云你好。你好妹子，还有在线上的所有人好。哎、hey， 你好你好。我跟你说，辅导员讲话特别的tender，很温和。哎，是这样的吗？我问你，你想就回想你15年前，你还没有真正的上辅导课之前，你讲话的 tone 调啊，有没有被就是调整成这个样子？嗯，我想是有的啦。我的一些老同学肯定会说，哎，这怎么不是我们认识的素云？我跟你讲，我捆那些辅导员多，我都觉得，哎，他们。很懂得用一种比较平和平稳的声音，让人觉得很舒服的声音跟你对谈。这个也是以前我们是做电台的嘛，就是面对你们这种嘉宾的时候，其实这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地方。 OK， 我觉得素云虽然说她很谦虚，她说哎，不用讲介绍，讲15年就好了，但是我觉得我要尊重你，因为我们你看啊，我们就是寻找的13位而已，13位心理科专家或者是辅导员，那你是其中一位被我们邀请的。15年在新加坡，哎，都在新加坡吗？你的服务经历是是，可是你知道吗，常常我的好朋友们都会，因为他们知道我的工作性质嘛，所以那个自杀率提升，他们就会发那个新闻给我，向你问责的意思吗？对，就会问我说，哎，什么时候要回来，这个样子。哎，我问你素云，那当他们发这些新闻给你的时候啊，你会觉得那个期间有特别多的 case 找你，还是你觉得也还好？我没有耶，我其实因为我在新加坡工作，没有办法服务马来西亚人，所以这其实也是我的那个遗憾。而且他们每次发这个讯息给我的时候，我通常都会想，哎，我到底可以做什么？我到底可以做什么？哦、oh, ，你的意思是你的 friend 在马来西亚发马来西亚的那个自杀率新闻给你，让你很无助，他们有点像是责备你、谴责你、奉劝你回国来奉献的意思，明白？其实过一个弯罢了啦，很快就可以回来，但是。在现在这个没有距离的世界，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是很好呀，是对不对？是，所以感谢孝恩，就是提供这个平台，他让我是，我哎，对大家立刻哈，share出去 ，OK， share 出去，然后之后，因为发起这些东西哈、哦，是需要有一定的心意，还有那个集合的力量啊。
唔系我啊，我想要啊，喂，听日我就 call 大家，喂，一齐嚟帮手啊，咁样好难嘅，需要个大佬 call 大家嘅大佬。OK， OK， 诶，听说你跟倪亮交情很好，嗬？要在这个平台讲吗？没有，因为大家很熟悉倪亮啊，所以你又在新加坡，大家大概都可以想象到，咦，新加坡辅导，哎，那倪亮的背景嘛，那应该就是，对不对？同学啦，我们是同学啊、嗯，原来如此，好开心认识你。那嗯，今天就我们这个话题，基本上它就是你的职业，应该从你广义上的一个学习到你每一个 case 这样子去，照顾、去聆听、去 attend， 你应该有很多很多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我首先要问的第一个哈，就是怎样的亲人呐、啊，是比较难被我们发现他有自杀意念的？因为讲到亲人哈，通常我们不用去探讨太多，因为他都可能让我们看到我们跟他住嘛。怎样的人比较难被我们看到？其实，如果你要这样子说的话，那个我其实比较担心两个族群啦。哦，那个当然就是男性。哦，我们的文化里面男性是不求助的，我不可以显示我是一个弱者。哦，这个东西，所以越年长的男性他可能就更难的去求助。所以有一阵子的时候我们都会把那个这个就是叫 preventive，就是预防的工作在老年社区里面多做、哦、因为老年的那个男人、哦、他们的那个社交圈子没有这么大，然后他们也很少要跟对方说或者跟其他人说 他在经历一样什么样的一些苦难、哦、那另外一个族群是青少年。青少年加上如果他在青少年时期有这个情绪的一些状况，他让人非常不容易的去发现这到底是青少年的那个叛逆期还是他处在那个情绪发病的开始期。嗯，明白。就是连那个辅导员我们通常都需要经过几次面谈以后我们才可以去了解，这到底是一个情绪状况还是一个青少年的叛逆状况。所以在讲青少年再加上这个叛逆状况的话，它其实就会是一个很难处理的一些状况，所以它也容易让青少年容易让别人误会他就是因为是叛逆期所以他做这个事情，可是明白，对，他就是在情绪的一个困境当中。好，所以如果你家里是有这两个族群的话，也许作为亲人的我们要更加被我们的就是更有那一个观察的能耐。有什么端倪啊？其实我想知道哦，就是哎来喝个啤酒，跟老年男人嘛，就是哎很久没有、啊、喝一下，就是让他跟你诉心声，是这样吗？我想喝啤酒这个事情还是要看因人而异吧，搞不好是喝茶，或者是对。可是因为疫情期间，你知道吗？那个让人跟人之间的接触变少，这个事情是其实是更让人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说，我其实心里面有个困境，我想要找人谈，因为一些老年人可能他们本来就有自己的朋友，他们每天会喝茶会去聊天，可是他们这个管道都没有了，他们连吹水一个都没有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东西就让他们去疏解他的压力的方式都没有了，所以这个还挺让人担心的。尤其是那些独居的哈，你就很难说跟他同居能够发现什么，那个真的是明白明白啊。有什么就是 OK， 我在想象啊，如果我身边有一个我觉得他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这样的念头，
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照顾他？有什么地雷是最好不要碰的？有吗？OK， 先说怎么样照顾他这个事情，那当然就要看你的那个切入点在哪里。好，如果因为你看在疫情的关系，然后很多人都没办法回家，不可以跨州，不可以怎么样。然后你开始觉得说，哎，你的父母最近跟你谈话的时候，情绪也开始比较沉的，比较忧郁的，比较焦虑的，可能你就要开始去询问他说，哎，是不是最近这个 COVID-19 的状况让你有不舒服，或者你是心里不舒服呢，还是身体不舒服？所以这个东西先要去理清，有一些时候可能是因为 COVID-19 也让很多人都很焦虑，非常非常的焦虑，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去理清，是因为 COVID-19 让你很焦虑呢，还是因为常常处在家里面以后让你的情绪状况起了变化。因为你不要忘记，以前我们是可以喝茶聊天 shopping来排解我们心里面的一些情绪的一些状况，可是当这些东西都被移走了以后，它就让我们就纾解压力的方法变少。明白。所以就是要先了解到底是什么触发他有那个想法。是所以明白，不一定说他情绪不稳定就一定是有自杀的念头。明白。那不一定，还是要区分开来，所以那个核对很重要，澄清很重要。核对和澄清是，所以你要去问他说：“哎，你是情绪不好，是今天情绪不好，还是这个情绪已经不好了好几天？那你有没有发现是什么时候开始情绪不好的？”所以要去做核对，要去做一些澄清。明白。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挑一下，然后看大家的那一个回应了。有一位网民在看我们的直播的，他说这个话题很适合我。那苏雨你先来看一看他讲的 case。他说我呢觉得自己是有伤害自己的倾向的。我觉得我的 case 比较特别，我是有抑郁症，我想要结束生命。我的家人是知道的，可是他们不愿意学习如何陪伴我。所以谢谢这位网民哈，所以我听到你有好多的失落。那你的失落是，诶，我的状况，然后我也愿意跟我的父母我的家人说，可是他们不愿意学习怎么样来陪伴我。所以我听到你那个深深的失落。所以这个失落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是值得被听见的。所以我也希望说通过今天，如果等一下你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video 或者我们这个 Facebook Live share 给你的那个你的家人，让他们去跟你去谈谈到底他们的困难在哪里。因为然后会不会素云如果他愿意来看我们的 Live 啊，我觉得你也可以尝试就是跟我们的这些专人接触。是所以我在想说那个有一些人他不愿意学习怎么样陪伴这个事情里面，他有很多的害怕，或者他有很多的不安，他不懂得要怎么样去面对他自己的这个不安跟焦虑。所以那个当这位网友他的失落再加上那个他的家人的那个不安跟焦虑，不懂得怎么样应对这个状况的时候，所以他就会让那个这位网民更加的失落。既然我如此对你们坦白了，为什么你们还不能学习？那我想要说，刚才妹子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说我们可以去学习怎么样同理别人，可是因为我在这一行很久，
我每次要去教那些家人怎么样做这个同理心的时候，他们都说好难哦，好难哦，我做不到。哦，所以我想，有可能你的家人们，他们可能当中的不愿意学习里面也有这个困难，就是他们不知道要怎样做这个同理心，因为他们分不清什么是同理心跟同情心。好，真的，是我真的对，可是我在这边想要提出一些其他的方法。或许是比较容易去做到陪伴这个事情的，因为大家如果有一些朋友，你已经了解什么叫那个五种爱的语言，哦，五种爱的语言里面有这个我陪伴你，哦，其中一个就是陪伴，时间上的陪伴，我跟你在一起的这个陪伴，有一些陪伴是送礼物。我知道你现在需要什么样的东西，我给你送食物。我给你去准备你喜欢吃的东西，这也是一种陪伴。另外一个就是一些言语上的一些支持，这个是我常常在跟个案谈话里面，一直觉得说他们比较难做到的，就是我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去面对有忧郁的一些家人。哦，所以还有两个就是触碰嘛，就是拥抱。还有的话就是服务，那在我们华人社会里面，这个服务这个东西是常常被做，就是我为你准备早餐，我送你上班，你在然含蓄，后他就是用为对，你服务，帮你做一些东西来告诉你说，其实我爱你和在乎你的。是，这个是我觉得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比较普遍常常看到，家人在做的。就是我为你准备早餐，我把你叫起来，我为你，就是我买你喜欢吃的东西，等等等。好，所以如果你的家人在听的话，他们其实可以从他们原本就会的，比如说他们会为你服务，或者说他们可以跟你一起陪伴你，尽管不说话，可是就在你身边的这种陪伴。看看他们是不是可以从这边做起。那当然，同理心这个东西非常重要，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学习。可是，因为如果你目前就处在这个危机的时候，你真的学不来的时候，那你就在其他方面，在其他的爱的语言方面去表达你想要陪伴这个你的家人。所以其实素云呢，我觉得这个网民他也可以去，放大一下自己的观察。其实可能你的家人是爱你的，他们在乎你，只是他没有用你要的那个方法。他可能学了 A 的 language，那你就是喜欢等你在等 C 的 language 来爱你。可能他们是用这别的 language 去煮饭给你吃，然后送包裹给你还是怎样。可能还没有中到你想要的 expectation，可能你可以跟他讲，就是，如果你不可以这样嘞，看他的反应是怎样。我觉得索爱也是一个跟家人我觉得很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你知道我们在华人家庭里面，我常常觉得，就是我们常常被困在我给的不是你要的，或者我可以给的不是你要的，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我们要做核对，因为核对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以为我给你的是爱，怎么知道原来在你作为收爱的这一方，原来没有收到我的爱，你知道吗？常常有这种误立会。刻我就想到一个例子了，就是爸爸常常在你去上学或者是做你的产后复习 gay，他觉得这个就是我爱你的啦，但是你在等他的 words of affirmation，你在等他肯定你啊，你都没有讲过你为我觉得光荣啊，我在等你肯定我啊，但是其实他并不是说没有爱你，他只是用了别的一个方法，真的是尤其是父亲，对吧？难离难舍，双抱紧锁单车咧，很含蓄啊，父爱，很含蓄。今天我们特别想要关注就是照顾者的那一个人，我们讲如何陪伴嘛。那如果我们是照顾他，他其实某个程度就是处在某一种状态，如果我们没有照顾好自己，我们会 drain，就是会失去能量，又或者是我们会动摇。
或者我们会抗拒想要推开。其实那个照顾者本身，素云有什么要提醒我们，有什么素质我们需要，照顾好的。其实那个情绪调节的能力非常重要。好，所以我们当我们可以去做同理心的时候，其实的前提是我可以调节好我自己的情绪。因为我没有办法调节好我自己身为照顾者的焦虑，或者坎坷不安，或者不知所措，我说出去的语言就不会是一个爱的语言，它通常会是一个指责的语言，它可能也会是一个说教的语言。嗯，它有可能说教的语言，是他就会说，人不可以这样子活的，人就是要有积极向上。可是对有忧郁症的朋友来说，他听到这句话就是你又在嫌弃我不够好。所以因为忧郁症的朋友，他们常常陷入很多的自责当中，所以当你去说教，当你去指责，那只会加深他们的自责。嗯，所以这个恶性循环它不会有效的传达爱。嗯，它只会让两方都觉得很受挫，两败俱伤。所以当照顾者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做好这个情绪调节的时候，去找你的好朋友，去找你可以信任的人，去把你的一些累积的那个很累或者快burn out的那些情绪说出来。那如果你觉得你的朋友或者你的支持者，支援你情绪的人没有办法再给你这方面的资源，我们有23个机构，你也可以找他们去说说。因为照顾者也很需要被照顾，只要照顾者被照顾好了，家里的另外一个，被困境困住的人他才会得到帮助。所以双方都有挫折感。所以下面大家你会看到的这些热线哈，不只是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有轻生的念头和倾向，你可以选择拨打，而是你如果是照顾者的话，你觉得怎么没起我，可以不如这样，你来听一听我把我 burn out 的情绪说出来，也许你可以提供我一两个方案，让我觉得哎，好好好，那我可以往这个方向。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在循环的过程中，你觉得我懂的方法都用完了。另一个和我觉得照顾者可能会有一种赶快，他会有一种 wrong expectation， 他会觉得一次我跟你谈一次哦，一次就好了哈，我希望你哦，他讲完他其实在表达自己吗？他没有想要长期陪伴和聆听和解决，他只是想要哦，我跟你讲了吗？啊，已经讲了的吗？他会有这种。是，要不要澄清一下，其实陪伴某个程度我们应该把 expectation 调节成怎样。好，那个我先要谈几个状况，就是如果你陪伴的那个家人他是轻度忧郁的跟重度忧郁的，当然就不一样。那轻度忧郁的表示他状况好的时候，他还是有思考，他的思考还是可以是很逻辑性的，他没有太多的被那个情绪干扰。可是如果他是一个重度忧郁症的患者的话，他没有办法做太多的那个可以理性思考。所以当你要去跟重度忧郁症者去表达你的爱的时候，有可能十次他才听懂一次，他才真正的感受到你的爱。可是如果是轻度忧郁症的话，他可能你做了十次他可能感受到三次。所以这个东西就会是你需要去核对，你需要去澄清，诶，我做这个事情你觉得怎么样，还好吗？我这样子做你 OK 吗？这是你要得到的爱跟陪伴嘛，所以你要去做核对。因为有一些时候
女性啊，或者有一些男性也是，就是我们以为我一直在念，我一直在念，你都听到。可是如果他在情绪不是太稳定的时候，其实他是没有听见的，他听不到。所以你要去核对说他有没有听见。明白。至于你在讲这个很重要的点哦，就是可能有这一方面的就是倾向的人，他可能就是有忧郁症。那我们要不要先最基本的讲一个我听说过的哈，就是我上一些短程课程啊，就是怎么样看得出他有 depression？OK，就是所谓的医生的 definition 的意思的 depression 和忧郁症啦，就是吃睡工作，哎，还有一个什么？就是这三个，有四个东西，如果他做不好，哎，你要留意哦。如果你的亲人有四样东西都唔掂哦，可以列牌，哇，真的是可能是有忧郁症，就是吃不下啊，睡或不者好，吃太多，或吃太或者多啊。吃太多，对，哦，是哦，哎，这个我没听过哎，吃太多，嗯。所以你要对照嘛，就是比如说他之前几个月他只吃这样子的饭量，可是忽然间他可以吃这样子的饭量，我们也要去看看他到底发生明什么白。事情，所以素云是不是睡不好、吃不好，然后没有办法工作，就是去上班，他没有办法去调节自己的情绪，进入一个工作和有效率的状态。哎，还有一个我忘记了是什么了，无就是法控他不能 function 啊，就是日常生制。活他对，都不能能 function 这 function。个事情，所以是重要的那个考量啦。明白，明白。OK，好了，我们来看看哈，这边有一个网友，他就问到说，我有听过一些来访者说，就是他不想对家人说，就是有这个倾向，因为就是不想他们担心啊。你看他还是会爱他的家人的嘞，但在他想要结束哦，有这样的人哈，其实，我其实如果是这个来访者，他跟我说他担心他的家人担心这个事情，那就是他这个家人还是他的资源嘛，所以因为他担心他们担心，可是我会想要去听这担心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是不是以前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他说出他的担心以后，然后他的家人的反应是让他没办法去回应的。或者他说出他的担心以后，他的家人对他的回应是负面的，或者是太过紧张的，他没有办法去承受。所以，我们得要先去听听担心这个事情，担心这个情绪背后的故事是什么，了先解。让来访者先去好好的去说一说这个担心，因为他担心肯定是有历史的。明白。其实，在他担心当中，可能我们会听到他在乎的东西，因为他里头有他的价值观，是很好的参透。到底这一个人他是怎么去想东西，他怎么看这个世界的？OK。另一方面呢，还有就是，一位朋友他问说，诶，如果真的是没有做过陪伴者，没有实际的经验呢，他根本就不懂怎么分同情和同理哦。我觉得素云，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什么 action 哈是同情者做的，同理的人会怎么做？OK，可是我在这个，可是我想要说的是，因为在这个危机当中的时候，你要去学新的那个知识是难能可贵的。可是我也想请你先去回看你跟他关系里面什么东西是他觉得很舒服的。比如说你跟他平时聊天聊得来。哦，这个东西是你们关系里面舒服的，那你就继续跟他聊天。那比如说他跟你的关系是，只要你给他送一些热食，他就会很开心的，那你就请继续的做这个事情。因为COVID-19 嘛，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常常陪他聊天还是怎么样的。那还有的就是，如果你给他送的礼物，他也会可以开心半天，这个事情，那也请你继续做。好。那同理的那个第一个要点，就会是我们常常要去听情绪，如果你本身是很容易听到情绪的人，或者你对情绪是比较敏感的，
就好像我刚才说，诶，我不想对家人说，因为我怕我的家人担心，所以我听到的是担心不安。所以如果你可以同理这个家人的话，你就会听到，诶，我听到你的不安，你要不要说说看？所以你就会邀请他去说说他的担心。那同情就是，哎呦，是咯，吼，这怎么办哈？这样就让两个人都同时陷入了这个无助当中，那同情就没太大的帮助。反正同理的话，你就可以趁着这个入口，让他告诉你担心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担心背后的历史是什么，他最担心的是什么，最坏的情况会是什么。哎，所以素云啊，我这个学生所收到的，你看对不对哈？因为我们要做是，核对啊。对对对，因为我 没有我跟办你法说，跟听核众对做太重核要对，了，核对太重是要。是，来你所说，以同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去期待这件事情做了之后你会变好。反而是我会觉得说，我能够陪伴你这个过程，诶，我听到了这样的情绪，你可以多说吗？让他多说，我的目的只是，你就多说吧，是是。那就是同理了，是这样的意思吗？同理是一个入口，入口，要让这个故事得到延伸的入口，所以我先要先挑一个情绪出来，比如说我刚才听到的挑是一担个情绪。心，对，我听到的是担心，然后担心是一个故事的，然后故事里面会有内在资源跟外在资源的，我想要听这个东西。明白。如果是不懂得同理的话，可能你很快就下 judgment，所以同情的人很容易因为那个状况而给一个结论，或者是给一个判断，我们就不要做这个事情，这个是一个小地雷，是这样的意思吗？同情会让另外一个人觉得矮一截，同理会让另外一个人觉得说我跟你是站在同一条线上去说话的，所以我们的那个姿态是一样的。那所以我想要往下问，这个陪伴着某个程度要真的放下自己的一些价值观，是这样非子啊？常多，非常非多常，OK，多。基本上生命观要先放下，因为你在跟着一个有想要放下生命的人讲话，请你先放下你的生命观，不要用你的生命观去 scan 人家先，OK，这个是第一个，我觉对得不对？先不执着对错，先不执着于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我们先去好好听这个故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令人伤心的故事，有素云很呐，多失落的故事，这是。些对象，当他们讲了之后，OK，真的是会得到疏解的吗哎，我的经验是，？OK，好。而这个也是且很而重要。你且，15年你面对的 case 都是这个 case。OK，是，我自己个人有一些我曾经也是婚姻里面遇是，到问题啊，然后我也是有去见婚姻辅导员啊。在过程是，当中和季霞，我不懂你认识吗？你认识孔怀季霞吗？是是。其实啊，季霞她那个时候就告诉我，妹，你需要抒发，因为你那股东西那股气你讲不出来。好，你就去写吧，你不能讲你就写哦。哎，我想要告诉大家哈，我的个人经验啊，真的是有用的，因为你要干嘛都没人听到，这个世界的人都不明白。没有，你写，不用人家明白的，你写了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脑是很奇怪的，你写了之后，我们的大脑的 RAM 就会放下去。转那件事情，原来他说你相信我，你写了之后像写日记哈，把整个你的个人感受跟每个人要讲话写完之后，隔一天你醒来你会感觉好一点。他只是这样跟我讲，是，这是就吗？是你同理自己的过程啊！你在做你自己同理自己同的理过自程，己，对，对。真的，隔一天醒来，我们的大脑很厉害的，他就觉得潜意识上面，哎，妹，你记录了咯，唔使谂了。你今日仲要做呢、这个做嗰、那个做嗰、那个去做嗰啲咯？哦，我突然间好像多了一些 RAM 和我的脑比较有空间去做一些日常啊，日常应该做的事情啊。
而不是在那边 ram 那一个那个死角，你知道吗？其实它就是死胡同来的嘛。嗯，所以你看妹子，你自己在说这个同理的力量，你自己感受过这个同理自己的力量。嗯，那我想要说的是，除了写日记，还可以画画，还可以做手工。哦，尤其是那些不想对人说话的人，还可以做，就是去学一些音乐。哦，如果你不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哦，疗愈自己的方法有很多种，写日记当然是其中一种。哦，那因为我跟艺术治疗师一起工作，所以我清楚的看见这个艺术怎么样同理自己，它那个功能太大，音乐的那个也是很大，哦，做手工艺品也是。我发现我还有一个方法，不懂你觉得怎么样哦？就是去帮人家，哎，有你觉得？当然，是不是？嗯，就是你去做善事啊，是，就是你去做义工。volunteer or what， 你突然间可能这个是一个窗口让你放下你自己，因为你 volunteer 的时候你是志工罢了，你谁都不是，你什么人生背景啊，从哪来啊，遇到什么事全部放下，你现在是志工罢了，啊，其实你拿着一个新的一个身份去帮人的过程，那种最原始的快乐啊，是，你会突然觉得，哎，我好像没有发现过这种意义哈，以前我都是在那都是在乎，都是在那个地方烦自己的身份地位，应不应该，对不对？这样子，嗯，是。所以我想说，这个还是要做一个核对的，哦，你要跟自己核对，这是你当下有力气做的事情吗？对。然后你的家人们要给你建议的时候，我也请家人们先跟这个要去做你要建议他去做义工的人做一个核对，他现在的精力，他现在的能力。他现在的忧郁症的状况，他有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想要想要说一下那个重度忧郁的人，他们看起来没有在做什么事情，可是你要知道，他们在脑里面让情绪跟理智打仗的那个过程是非常激烈的，他们花了他们很多很多的能量，让他们的情绪跟理智在打仗，让他们自己可以安全的活着。所以请所有的家人们看见这一点，这场仗在他的脑里面打得非常激烈，嗯，所以他们的能量都在脑里面，就是让理智跟情绪在打上，然后努力的活下来。所以这个东西希望照顾者们可以看见，这个重度忧郁症者他们不是没有做什么，他们在做这个打仗，可是因为他是在脑里面打仗，然后他又不懂要怎样说出来，他也不懂要怎样让照顾他的人明白他多难的在照顾他自己的情绪，让他自己不去想自杀，或者是推他花很大很大的力气去推开那个自杀的意念，这是我想要说的。嗯嗯嗯，请照顾者去多留意这个部分，看见重度忧郁症的朋友们的努力，这点很重要。嗯嗯嗯，真的就是我们去关心人家的时候，不要觉得，首先就是不要认为人家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这个这样的状态，然后你就忘记去想说，其实他也做了很多东西啊。对，这个很重要，这个是对他的 affirmation， 对不对？然后刚才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人生都会遇到很多问题，有时候觉得，哎呀，想咁多做乜鬼嘢啊，真系做下其他嘢啦，哎，反而不去想那件事情，做一做别的事情，哎，我的时间又度过了，甚至我找到一些新的一些乐趣。其实我们作为照顾者啊，这个方法对不对呢？就是 distract 他，让他分心。我还是要回到那个核对，哦，那个我这样子 distract 你是你要的吗？有很多的那个核对需要去进行，因为你的好意会不会变成是他觉得是你对他的另外一次指责，对，或者过度关心，所以我也会建议，就是因为这边有一个题目是那个陪伴者的过度关心也会让患者觉得他不想说，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这个核对的重要性，我给的是你要的吗？嗯，所以可是有一些时候确实有一些就是在经历困境的朋友他们说不出来的。明白。 我想说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他在忧郁当中，可是他的家人其实很关注他，然后他们就花很多的时间陪伴他，然后一段日子以后他的情况变好了，那我就问这个照顾者，哎，你怎么知道他情况变好了？那个照顾者给我的答案是，因为我看到他眼里的焦虑变少了。所以你长时间的陪伴其实也就是 physically 就是跟他在同一个屋檐下或者是在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些陪伴他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可是这还是要核对的。所以我今天从头到尾一直讲这个核对的重要性，我给的是你要的。 Oh my god， 你这个核对哦，正正就是我去做这个辅导的时候我跟另一半哦，没，请你重复刚才他讲什么啊？哦，然后他讲这样咯，没有没有，他讲这样了啊？哎，你讲这样吗？你明白吗？其实我们人很容易被我们的主观期待、主观想要的左右了我们聆听的能力，真的，对不对？我们其实心里面的水哦，就是满满的、满满的。你讲什么？哦，我知道吧？其实我们没有听到。你要倒掉，你要有空间真的去听。所以那个核对就是辅导员在前面，哎，核对啊，他讲的是这样对不对？我讲的是这样哦。哎，很好哎，这个核对其实是不要讲是陪伴，就是有亲生意念的家人而已啊。这个核对你跟你的枕边人跟任何人你都应该要多点学起来。OK， 因为我们常常觉得我是为你好，你怎么都感受不到。真的，这个为你好是一个你自以为，对不对？ OK， 我们掉入了很多我以为。对对对，OK， 有一位网友他就回应啊，给我们再次的确认一下同情和同理的分别。他说同情呢，就是我们把自己先设在高处去可怜对方，觉得对方在低处。那同理呢，就是哎，我们平起平坐，人生就是这样的嘛。OK， 就是倾诉，你来讲吧，讲讲讲讲讲。哎，素云，我再问你一个哈，我们可以讲自己的问题的吗？就是我在听你问题哦，我可以讲，哎，是这样的啦，我和你可以这样的吗？平常聊天当然可以啊，平常呀，我们 offline 聊天当然就大家都讲大家的困难，可是当你在是一个照顾者，一个陪伴者的那个唯恐，这个不是太恰当啦。哦，是哈。哦，了解。好，因为你要知道，就是那个忧郁患者，他们常常处在觉得我自己不够好，或者我在自责当中，所以你在说自己的故事里面，他听到的是什么？我不太清楚你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他听到的会是什么？哦，我还以为哦要跟他同一阵线啊，我们是同理状态啊，就会想说，哎，我都讲好我的苦处嘞，咁样咁样咁。其实那个同理的那个主角要放在他的身上，你要听他在告诉你什么样的情绪，这个情绪里面的故事是什么。OK， 了解。教科书里面常常都会说，就是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嘛，这是同理心。好，就是第一行一定出现的，你 Google 的话，第一行一定出现的这个。可是设身处地为别人想这个事情，就要把自己先放下来。我们就要把那些对世俗的期待放下来。这是比较难做到的一个事情。Judgment 放下来。是。所以后来我后来去就是要去教导父母们怎么样为孩子做同理心的时候，后来我就发现另外一个方法比较有帮助的，就是诶，你听完你孩子讲这句话以后，告诉我你听到的情绪是什么。哦，所以先把那个情绪抓出来，
这样子，然后你就告诉你的孩子，哦，我听到你很担心明天的考试，是这个样子吗？然后你就做一个进行核对。所以我就发现这个方法，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容易让父母去执行，不然我们每次在讲那个同理心，那个父母都两不丢这样子。我听到了，我知道了，以亮常常讲的，他会讲、啊、我听到你的什么嘞，就是那个什么是我没有讲，但是我听到了。哦，很好耶，很好耶，这个方法 OK， 我要学起这个事情。就而且听到这句话的人，他会觉得哎，你把我的东西听进去了，你消化了。所以我想要说为什么同理心这么重要、哦、在所有的教科书里面都很重要，在我们的执行上都很重要，是因为改变是被理解以后才会发生的。嗯，改变是被理解之后才能被发生，才会发生。是、嗯、所以你希望另外一个人改变的话，你就要先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嗯、先理解他的处境，先理解他的困难，先理解他曾经做过什么样的努力，那改变才会发生，跟着发生。嗯嗯嗯。那啊，素云啊，如果照顾者情绪要爆了啊，很生气啊，就是要最好就走开，是这样的意思吗？是是，当然，因为你为什么我会常常会跟父母说，可是你要在走开之前，你要先说一句话，嗯，好、哦，就是你要跟对方说，哎，我得要先照顾一下我的情绪，我等下再回来。因为如果你不说这句话然后你就走开的话，那个忧郁的人就会觉得你看他又要离开我了，他又嫌弃我了，我就是给他添麻烦，所以他又走开了、嗯哦、这对青少年也是同样的，对孩子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先要让孩子知道说，诶，我得要去处理我的情绪、哦、我让对方先知道我得要处理的我的情绪、嗯、然后我等下会回来再跟你谈，这都是我通常都会建议的。而不要让那个我们明明在讲话讲话讲话讲到一半，然后我就忽然间跑掉了，然后留下一个问号，是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又被抛弃了吗？我又被嫌弃了吗？我又被你讨厌了吗？因为他忧郁嘛，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处理这个情绪，所以只会加深他对关系里面的误会，那就让那个关系更难去修复、嗯、所以我会建议你要走开之前先说这句话。好难、嗯、对吗？好难对吗？就是你已经真的，我跟你说素云，这个你们是守门员，你们是专科学习啊，去念书啊，然后临床无数个经验，你才可以怎样怎样。我们就是凡人嘛，凡人很多也很多自己的烦恼，也很难同理自己，不懂自处。那现在有同学说 EQ 有够几坏，累累的 EQ 啊，然后有时候那个人的素质不够好，唉，就是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我觉得今天如果大家进来听和看，就代表说你是有那个空间去学习，你想要成长，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我们是一定可以把它学起来的，因为这些 skill 哦，不要讲对一个有这样的意念的人哦，对你身边的人真的，他就是一个，你不能跟你老公谈到一半 storm off 就这样走的，你知道，至少跟他讲说 OK， give me five 啊，你知道的啦哈，我要走开啊，处理我的情绪，也是很好用，也是很好用。OK， 这里有网友说呢，他们也不喜欢被可怜聆听者。不经意的说，OK， 他们也不喜欢被可怜。聆听者，如果听到说，哎呦，好可怜哦，他们一听到这句话也会，他马上就觉得被矮化嘛。啊、对对对，他就会觉得自己被矮化了，我比你矮一等，所以你可怜我。了解。没有人希望被矮化。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你不能有任何的 judge 的。嗯、你要放下你的人生观、生命观、价值观先 ，OK， 去做聆听，嗯，是很好的。每个人都需要被理解。我觉得，不管他现在
遇到什么样的生活困境，他都需要被理解，这个很重要。那同理心就是为这个铺路。可能亲人们会觉得哎呀好难哦，但是我告诉你是他亲人哦，你们有这个缘分，有这一条这么多人没有的线，你一定做到的啊。如果你做到的话，好过你要守门员不容易找，但是 Corin 线就可以啊哈。 OK， 但是如果你可以做到家里的那个守门员， very good very good。 那今天你可以看到，各位你们可以看到下面很多热线哈。那我们这个一起守护生命的这个FB 直播是有23个，全马23个辅导中心单位一起配合的。那下面的这个走马灯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电话号码，就是在整个马来西亚分布在不同区域的号码，那大家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FB caption， 你都可以找到这些 link，OK，可以打电话过去。如果你是照顾者，你想要得到一些资源，可以打电话。如果你是本身有这样的想法，想找人 explore 一下这个想法哦，或这个电话，他们一定会跟你聊天的。OK， 好。然后这里有一位 SD 啊，在我的 FB 问，他说对于有抑郁症状的人，又封闭自己哈，跟家人和亲友疏于沟通的话，该如何去评估他现在的自杀风险有多高？封闭自己吗？封闭到什么样的程度？你看我，因为就这样没有办法核对哈，所以你看他就有一些局限。那我就用我陪伴过的一些经验去说这个事情好不好？那封闭自己，如果我听封闭自己这个东西，我其实第一个在我的念头出现的就是，这是一个受伤的人，他在人际关系里面受伤了，所以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想再受伤了。所以如果你想要他被了解的话，你就要去听他受伤的故事，然后他在受伤里面怎么样去努力不让自己受伤。所以我们看到的表象是他把自己封闭起来，可是这封闭起来一定有他的作用或者有他的目的，其中一个目的我可以猜测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做核对，就是这样子我才不会再受伤。所以我是蛮心疼这个朋友的，了解，为了保护自己不再受伤，他把自己封闭起来是一种保护哦。SD，所以你需要去多点跟他聊，然后做一点点的核对，然后从他的反应当中，从他的故事当中是，然后再作为一个入口跟他继续的往下聊，让你成为一个聆听者。是，我想说所有的故事里面都有内在资源，都有他曾经努力过的痕迹，这是我们需要去听懂的。明白。所有的人都曾经为自己的生命努力过，这是我一直都相信的。明白。好，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就不妨留言，无论你在 FB 的哪一个页面看到这一个 live， 因为我们其实今天有20多个单位一起 cross post， OK， 那我自己也在看着我自己这边的留言区。 OK， 素云啊，你准备好了吗？我想问一些我自己觉得可能会有的一些不同类型的有轻生的意念的亲人，其中一个生病，他生病是，我爸爸以前病的时候也讲不下一次，不就是超过很多次啊，他躺在床上一讲，把这些和我 ，OK， 这个是他累。他觉得想要快一点，对。那当然我也知道他做不到什么啊，另一种呢，就是他真的是跟你谈心的时候啊，他真的想，他跟你讲，我真的想快点。这些位置我也只能聆听，我也不能说我明白你的感受，因为我真的不懂，我真的不会懂他现在受着的苦煎熬是怎样的。像这样的病的家人，我们有什么要注意的？是，所以妹子，你刚才在你自己讲的时候，你自己抓到的那个情绪是什么？
你自己抓到你父亲无助疲惫是哎、嗯、你演练一下同理心他的意志已经不是他活着的时候的那个意志，我某个程度我所那时候我所理解到和现在我也觉得很认同的，就是我那个是真的是学会了放下我作为一个青年活着的热情啊，跟他讲爸爸，我跟你说我做过这件事情哦，我做过，我去训他。后来的时候呢，我明白了，所以他走了之后啊，所以我跟你讲他走了后，我第一件事我对着那个已经走了的躯体和讲，恭喜你啊，你做到了。嗯，因为你的幸福是我不会明白的，我 那一刻我是这样跟他，就是他已经走了、啊、嗯 是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很坚强，他我觉得他某个程度、哦、他是理解这个是人生的 baggage， 我就体验完他了，是这个是我在他身上学习到的。嗯，对，所以我想要指出的就会是那个身心疲惫这个事情，他不止身体已经很疲惫，他的心也是很疲惫，因为那个身体老化，那个身体一直没办法做一些事情，让他的心他的意志也跟着消沉下来、嗯、所以刚才我在说这个重度忧郁症的患者他们是在脑里面打仗，可是如果是一些生病的人，他们是身体跟他的心理在打一场非常激烈的战争，这场战争的那个激烈程度不是我们外人可以想象的，所以他们会常常会觉得说怎么还没有轮到我走，什么时候轮到我，可是他们想要被理解的是什么，他们真的尽力，他们真的努力，他们真的很努力的活多一个小时，活多一天，所以我会去让他去了解说，诶，我听懂你的努力，我真的觉得你很努力，也谢谢你为了家人多撑一天，多撑一个月，然后就会做以亮常常做的好好的告别嘛，对不对？好，可是也要先让他听懂，我们知道他心里面有多痛，他的身体有多痛，还有他已真的已经尽力了，他已经很努力。嗯，明白。这会是我会想要做的方向。嗯，明白。嗯，生病的，然后另一种情况，嗯，我都听明白了。嗯、你的意思是说，我来做核对，我们要认可他，其实他很努力的活着。嗯，他的痛苦。我们真的是很难理解的，因为身体跟情绪和心智都在打仗。是，作为女儿，也许我可以多跟她说，我在你身上学习到什么。嗯，是，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因为照顾者很焦虑嘛，所以我们很快的就会跑到去指责的那个，或者去指导他的那个状态去面对自己的焦虑。可是我们得要先，首先得要先放下自己的焦虑，哦，那我们又有不同的方法去做一些情绪调节，然后我们才可以好好的跟他对话，然后也让那个对话让他觉得他是被理解，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哦，被理解这个事情在我们人生里面我想是非常重要。嗯，明白。可是我当然知道你的出发点是好的，好，你的出发点想要激励他，想要鼓励他，好，可是在他听起来可能就会觉得说不被理解，嗯，这就是常常在关系里面起的误会。嗯嗯嗯，了解。好，这边有一个疑问，这位网友说，我妈妈是一个忧郁患者，一直在医院复诊的，嗯，OK。他说在妈妈完成事情，例如一手包办这个祭拜祖先餐点之后，就是妈妈做完一些事的时候，他会被妈妈说，妈妈辛苦你了，还好有你，谢谢你，你真的很厉害，
是他问我这样子说对不对？我听起来很好啊，可是我还是鼓励你跟妈妈做一个核对。所以妈妈每次听到我称赞你的时候，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嗯，明白。因为我看到你很努力的去把这个家族的这个，就是去完成一些拜祖先的，对吗？对对对。所以你看，就算他在那个情绪有状况的时候，他没有忘记自己在家族里面的责任、欸、嗯，所以这个妈妈她有多负责任啊？所以你觉得你的妈妈想要听到更细致的 word of affirmation， 那就会是谢谢你的努力，谢谢你为家族继续的去做这个事情，尽管你自己处在一些情绪上的一些、不舒服的当中呀，所以我们会做的更细一点点，说到心坎去一点点。嗯，好，可以吗？这样子的。对对对，他有说他妈妈是忧郁患者。嗯，是。有网友询问说，请问为什么吃了药总是很累？当然他就没有留下说他是什么症状，然后吃的是什么药。嗯，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核对，所以我只是大概的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是刚刚开始服药吗？还是服药很久以后还是觉得很累？所以这几个状况是我需要去核对的。好，那如果你已经服药很久了，然后还是觉得很累的话，我会鼓励你跟你的心理医生再谈一下这个状况。可是如果你是刚刚开始吃药然后觉得很累的话，他是会有这个可能，或者是我常常听到一些忧郁患者给我的回馈，就是你的大脑想要让你休息，所以他要让你休息。好，可是如果你是已经吃药很久了还是觉得很累的话，请你跟你的心理医生再谈谈。嗯，明白。其实我明白和累和其实是一个让你的活着的 quality 降低，然后你可能就真的觉得很没趣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真的是要找出有没有别的方法，是不是可以不要吃那个药 ？OK， 然后有网友、等一下，妹子，我想要澄清这个、这个东西很重要。哦哦哦 ，OK， 好，因为忧郁症是有其的那个是一些那个脑里面的内分泌失调，所以有一些药物。他在讲的是跟忧郁症有关的药哦、OK。是吗？我猜是 okay, okay, 因为呀，哈、那我们假设是好不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核对，所以这个抗忧郁的药是要让那个 brain 的 chemical 回到 balance 的位置上，所以它有一段时间它是会要让你多休息的，所以它就会让你觉得累，然后去休息，所以。那个 brain chemical 是我们没有办法从肉眼看到的，所以我刚才一直说为什么忧郁症患者他们在情绪上跟理智上有很大的一场打仗，他们在脑里面打仗，所以他们打仗太久了，然后那个 brain chemical 就会有一些 imbalance， 它就会失调以后我们就需要靠药物去做一些帮助。了解，所以要根据医生讲的吃药的分量。 OK， 好。有网友询问哦，他说如果有伤害自己倾向的亲友拒绝任何形式的辅导或面对心理医生，请问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哦 ，OK， 好，好，真的我们没办法进行核对哈。可是我想说的是，他不去寻求帮助的话，你可以开始去寻求帮助，因为。只要家人应对的方法改变了，他就会感受到改变，那他也会感受到，诶，他就会可能会去好奇为什么我们家人会有做一些改变，那他家人们当然就可以说，诶，辅导员教我这样子做，所以让他对辅导员的一些想法先做一些改变，所以你的改变会让他对助人者或者医生有所改变 的印象有所改变，所以这是其中一个管道。另外一个就是
就要去改变你们之间的那个互动。好，因为我没有办法进行核对，所以我想要更了解的其实就是你是怎么样告诉他我们去找外在的帮助吧，我们去找外在的资源吧。好，所以 有几个 我常常会跟陪伴者说的那个事情是，你怎么说也很重要。素云应该怎样说？OK， 好，还是最舒服的。是因为那个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忧郁症患者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很自责，他们有说不出的苦啊，所以我通常会鼓励那个家人们去说的都会是，我想要帮助你，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所以你可以不可以帮助我帮助你，所以我们一起去面对这个忧郁症，因为我真的不希望你自己一个人去面对。所以让我我想问，面对你们的时候家人可以一起跟对方同在的是吧？要看个别辅导员的做法。好，那有一些辅导员会个别见，有一些辅导员会一起见。那我想说的是，都有各有效果，各有效果。好，只要你跟我们，我想说的是，那个家庭是一个内在的资源，辅导员是一个外在的资源。当内在资源变得不是太可以去支援彼此的时候，请使用我们这些外在资源，因为它会让你们的关系有所改善。当关系有所改善的时候，个人就会跟着改变。OK， 了解。OK， 明白。就是如果内在资源不好的时候，外在资源可以帮忙调节回内在资源，基本上你们就那个 cycle 会好一点。是，所以简单来说，就是那个自我感觉要怎么样改变，这个人的自我感觉可以通过那个关系改善关系。来改变一个人的自我感觉。当我们的关系变好了，我的自我感觉也会跟着提升。好，我有讲得清楚吗？这个，你讲了一个外在资源和内在资源的整个互动其实是怎么影响彼此。有网友问到这个挺长的这个留言，他说我家里呢有亲人常觉得生活没意义了，因为他的精神支柱轻生了。这个真的是我们常常讲的，如果一个人一个家庭发生一个人这样子，他会影响 周遭的人。是 OK， 我的亲人和兄弟的关系不好，没朋友和亲人，而我呢也是唯一一个可以陪伴他的人。可是我发现在不停的聆听很多负面的信息之后，我很同理他，因为我可以理解那种痛，我的心里也忧郁起来了，甚至会不自觉的哭，甚至会失眠。每当聆听之后呢，我都会失眠，我很担心亲生的事又会发生在我亲人的身上。好，辛苦你了，真的辛苦你了。因为这个互相支持的过程里面确实因为你自己也经历的那个失落，然后你还要陪伴另外一个失落的家人，这过程非常不容易请你不要再迟疑了，找我们吧找一下那个外在资源。因为如果你已经被这么大的干扰了，你需要有人去听听你失落的故事，因为你失落的这个部分很沉重，太沉重了。你自己也是失去家人的人嘛，对，所以这个失落是需要被听见。而且我也很谢谢你继续的去承担照顾者的这个角色，你没有跑掉，这很不容易。我希望你看到你自己的努力。在你自己这么失落的时候，你也硬撑起来去承担照顾者这个角色。
所以你看他有讲到说我也很担心亲生的事在发生在我亲友身上，他某个程度哦是觉得自己是守门员，不想要这个事情再发生，然后他就一直去听这一个亲友的牢骚啊，去照顾他陪伴他啊，所以他做得很好、哦、可是每个人的情绪调节都会有一定程度，就是你不能超过你可以负担的，所以当你察觉你已经超过你可以负担的时候，请你找人跟你一起分担，这是我很想要对你说的，请你找人跟你一起分担，因为只有你把你自己照顾好了，你才有办法把别人照顾好。我觉得他不自觉的哭起来，是他有时候同理自己的苦啊，他就会哭，然后他有点无助，对不对？因为那个失落是重叠的，重叠的太厉害了，太辛苦了。好，如果这位 send message 进来的网友啊，如果你想要怎么说，想要更长的、更好的一个聊天空间，你可以选择拨打下面的热线。这些接电话的人，他们都是有一定的经验的，很愿意跟你聊天，不只是给你的那一位亲友拨，你自己也是可以拨。好，然后另外一位网友他就问，怎么样去陪伴一个会用伤害自己来威胁你的一个个案呢？例如他会说，你不让我见他的话呢，我就死给你看。情绪勒索。好。所以情绪勒索这个东西，我也其实有话说。会用这个手段的朋友，他其实在关系里面也受伤累累，这是他学会跟别人应对的其中一个方法。那当然我们以后还是要希望有机会是可以跟他一起工作，然后去让他知道说在人际关系里面，其实你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的，只是你要怎么样提出自己的要求，而让自己的那个要求得到满足，这是这位朋友可能是需要去得到帮助的。而我想说的是，他用这个方法得到关注，最大最大的那个情绪，如果我想要同理他的话，就是他真的受伤累累，不然他不会用这个方法去应对人际关系。所以我更想要去听的就是他在这个受伤的过程里面，他是怎么挨过来，他肯定挨过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困难才走到今天。我听你在同理 case 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大家要学起来啊。因为当我们听到情绪勒索，首先我先讲我自己哈，为什么我在同理上面也是有一段路要走啊，我就觉得嘿，这么讲的，你看啊，这一个就已经是没有了那一个门去同理人家先了。素云刚才的角度是他用到这招真的是怎么说，镜头啊有点极端嘛，对不对？他肯定是以前他一些他想要的东西在人际关系上面得不到而又受伤了。是他才会用这种极端的方法去索求。是。所以 他需要得到关注，他的受伤的故事需要被聆听、哦、因为他真的是伤痕累累，不然没有人会走到这个地方去，没有人想要自己走到这个地方去。对。明白。好，各位还有有什么问题的话赶快，因为我们这个 session 到9:30 OK， 一起守护生命第七场，今天我们讲的是如何陪伴有亲生意念的亲人。其实刚刚我们就讲了很多不同的怎么说，尤其是特别讲了很大段的同理同情这一块，因为某个程度你要作为一个能够陪伴的家人，这个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怎么说，你要有一定的耐心和学习的空间，让自己真的是去学习这件事情。可是我想要说的是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资源的、
当你把家人叫来的时候，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资源，他们懂得要怎么样表达自己的关怀，只是可能少了那个核对的。所以我一直坚信每一个家庭他都有自己的资源，只是要通过有人去把这个资源找出来。所以我今天另外一个除了同理以外，我还想说的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资源，妈妈有自己的资源，她知道怎么样表达爱，那个孩子会感觉到，那个孩子就尽管他有被忧郁症困扰，尽管他会有被困境困扰，他还是有资源的，他还是努力的走到今天的。所以有人都很努力，然后去培养自己的内在资源，每个人都有的，只是有可能你自己没有看见。了解，这个也就是做家人的好处，因为亲人最靠近他，你最能够发现这些资源是什么。对。如果当你们接触外在资源，就是拨打这些热线，寻求专业的帮助的时候，你能够提供他们这些内在资源的话，哎，其实可以帮他们更多。好。在其实这么多场的一起守护生命的这一个分享会当中呢，我们不时会常听到一些网友会问，哎，一直提轻生自杀，想老人家真的生了这个念头怎样办。其实素云，你基本上你的专业就是有这些念头的会来找你， OK， 你怎么去消化这些网友他有这样的一些想法？那其实我听到的那个网友这些想法里面，我听到他们的不安啦，他们的一些他们不懂要怎么样应对。可是我想要说，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当我有一阵子几乎每天都问这句话嘛，当你情绪这么困扰的时候，你有没有闪过自杀的念头？这是我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一段时间啦。可是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我其实还有得到一些个案的回馈，是终于有人要跟我谈这个事情，我找了好久，终于有人要跟我谈。因为你只要开始谈他的这个念头，你就会发现他后面其实已经经过自己很多很多的努力，然后他努力到一个阵子，然后他发现他没有办法，他以前的一些方法已经不管用，所以他需要找一些外在资源来帮助他。所以从那一个时候，他其实就是一个求救的讯号，请帮助我，因为我的内在资源不够了，我需要你来扶我一把。所以当你可以很坦诚的去跟他谈这个想法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听到很多的故事。因为我们作为辅导员，我们通常就会去谈，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那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推开这个想法？所以在这个问题里面，你就会听到他过去曾经的努力，他真的是披荆斩棘走到今天的，他是经过很多很多很多的努力走到今天的。所以当你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你猜他会不会觉得他被同理了，被理解了，有人看见他的努力了，有人看见他多么辛苦的为他的生命去负责任。我赞成你这个，有太多人认为这个话题不是量化，但是你一定要打开天窗，你这个天窗不打开，那些想要说话的人他没有窗口讲哦。哎，你讲我来听一下，其实也是一种同理啊，就是哎，原来都有同道中人哦，你哋点睇嘅？你知有这些现象的哈，因为其实我在想说，如果他有这个意念的话，例如刚才有讲的，他担心跟家人讲，其实某一个 shame， 有一个 shame 在那边，他会觉得说，哎，这个不是量化，这个也不好讲，这个东西哪里有人理解，这个东西就是不应该嘛哈，世俗眼光就会怎么看待，他有太多这种，他也不想说。但是哎，如果我们正视健康的去看待的话，可能这个真的是像素云讲，就是一个很好的同理的一个点来的，他就会
something 被理解。所以我一直在强调的是被理解很重要嘛，被理解以后改变才会发生。我觉得你这句话其实对自己讲也是很重要哦，你要理解你自己你才会改变哦，不然人家叫你改变改什么改改，你要理解真的那个东西哦，你才我到底卡在哪个点。对，然后 同时也要去肯定自己努力了这么久。嗯，我觉得这很重要，我们都是很努力的人。嗯，好，来到9:25，大家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再来哈，可以再来。嗯，然后提醒大家，今天其实我们在这个 FB 哈 caption 上面有一个 link， 这个 link 呢是一个问卷，一个 Google Sheet， 我们想要听一听你，你如果听了我们这一个一起守护生命的今天这一场如何陪伴有亲生想法的亲人这个这样的主题，还有素云的分享有什么想法，希望你要让我们改进哦，妹子讲错很多话啊都可以讲的了， OK， 就在留言区点击意见，留言区哈，点击那个意见回馈表啊， OK， 那你就可以告诉我们，让我们做得更好。因为其实今天我们就23个单位都是辅导单位，大家都是守门的。我觉得在这社会里面这个软力量太重要了啊，我们精益求精真的希望能做好，尤其这个期间啊。哎，我觉得素云你们很不简单，我常常会觉得除了是同理人，你要放下那一个三观先不容易之外，就是你自己处理回自己啊。哦，对不对，你也要很厉害处理回自己。因为你的人生也很多你要面对的问题啊，对不对？那我们能不能有一个题外话啊，就是一个题外话，就是哎，其实你是用什么方法来放掉一些就是一些负能量，一些负能，你是用什么方法的呢？好，我想 我们为什么可以在这个工作上工作那么久，我首先想要谢谢的就是曾经跟我一起工作的团队，真的不是他们走不到今天，这是一个团队的努力才能走到今天。所以那个因为有团队你就会觉得你不孤单，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不管我的前同事们还是我现在的同事们，都是靠他们我才可以走到今天。另外一个我怎么样做那个情绪调节这个东西，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可以睡很久，我在睡眠中让那个情绪在脑里面休息。哎，你这是天赋哎，你这个才华一流哎，你是人就很难睡嘛，因为你可以睡很久啊，很久，你用什么 definition on 久哈？我想知道超过8小时就算久了吗？当然超过8小时啊，还好吧，超过8小时。我现在这种 freelance 有时候也是睡久久。你其实但是其实相比起来，有一些人他真的不能够睡久，所以能你真的健康的自然的睡8小时，你真的是一种福气。所以他那个情绪在我的睡眠时间里面，他自己做了一个调节，因为我们大脑有这个功能，所以你在休息的时候，他就做这个调节。然后我常发呆啦，我常常发呆。如果你问我怎么样做情绪调节的话，发呆，大家觉得好像后面那个是放空 ，is very important。对，所以我们是一个被我们常常在听情绪嘛，所以我如果不发呆，我要怎么样把这些东西消化掉？所以我常发呆，我常睡觉。然后另外一个，如果你已经有发现的话，我常喝水。我觉得喝水对情绪调节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事情。哦，对，生理上有真的这个讲法的吗？还是这个是一个自己的心理暗示？都有吧，都有。喝水是一个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情绪已经到爆点的时候，你就喝一点水吧。我这个喝水的，对，请说。自我暗示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是一个有效的 functional 的自我暗示，我在 purify 自己，
是，所以他要不是他就是一个提醒，我需要停顿，我需要听懂这个事情，所以我让自己停下来去听懂你到底在讲什么。嗯，明白。因为同理心同理心有很多的停顿，所以这个停顿的时候，我给自己补充能量，那我怎么样给自己补充能量，我就喝水。明白。很开心今天能跟你聊天啊，然后让你有一个机会就是在新加坡也能够帮助到马来西亚。刚才一开始我就开心的事情，很多 friend 讲什么什么啊，现在我终于啊，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向大众宣导这件事情啊。是，这个是一个有底气的天窗，可以打开，因为你们是有底气的人，我们可以跟你们讲这些话的。嗯，你们是让人很有安全感去讲这些话的。谢谢你看见我们的努力。真的哦，你们都很怎么说，很主动的举手啊，伸出那个手给大家，这样子，来来来，小叮当来了。OK， 好，那再次提醒我们今天走马灯的这些电话号码哈，大家基本上在 FB caption 也可以看到。然后如果今天你一般进来没有听完，你就从头开始再听一次啊。然后我们下个星期一的时候会有另一场的一起守护生命的分享。这个呢是下个星期一的晚上8点，不会发生在我的 FB， 但是呢同样的，今天所有你看到的平台只要不是我的都会看到。 OK 另外一位主持人啊，是我的朋友莹莹，是一个很热心很热心做社会资讯，怎么说，提高大家对于社会的一些概念的提醒的一个主播，然后他我很开心他一起来参与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可以去 follow DJ 莹莹，然后他会用福建话，哇哦，我觉得一起守护生命这个一连12场对吧，还是13场， OK， 非常用心，因为他有不同的籍贯语言，这个是他有趣的地方，他很 localize 啊。哎，素云，你是为什么不要讲 local 语言？有没有一些你厉害的籍贯语言的哈？是我没有发现吗？不行，讲不出来。用客家话来讲，哎，分分钟都开街会笑啊，黑毛啊！素云没办法，他讲华语就由我来顶这样子。那福建话 ，sorry， 给莹莹啊。所以会用福建话跟大家聊哦。那我相信你也会有一些故事不懂他会不会讲，你们去看他的 YouTube， 你们就可以听到这些故事的，其实有一个视频有讲过。 OK， 非常感谢素云。那有机会，最近我跟以亮都常讲，有机会疫情之后我们就喝个咖啡，我也太久没有去新加坡了，那能去新加坡就是代表疫情已经告一段落，那有机会我们真的要见面一下，我很喜欢捆你们这些人的。OK， 这个收场还有什么要讲吗？记得去填写我们的意见表、回馈表 ，OK， 让我们做得更好更好。就这样子了。那素云，最后你还有什么要 last message 啊？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我还是想要提醒大家，那个改变是在被理解以后才会发生的。那要怎么样确定对方被理解，你就常常得要去做一个核对跟澄清，就是我给的是你要的吗？我给的爱是你想要的吗？或者我给的爱你都收到了吗？这样子是刚刚好的吗？还是我给太多了你觉得很压力？所以常常要去做这个核对，还是你觉得我给的太少，那哪一个方面我做少了请你告诉我。那当然在关系变好了以后，个人的感觉也会变好，那自然他就个人感觉变好了以后，他就更有力量的推走那个自杀的意念，然后他就会更爱他自己。所以祝福所有的人，大家平安，然后也可以更爱的自己，然后更同理自己。我突然想到一个讲法，我也想要讲一讲我的感受啊。我是一个很正向的人，就是大家讲妹子你都没执迷的哈，这真迷的哈，很多人这样讲我的，我要自己引说一些，
我很难做到同理的，有一个情有一个时期，因为我太正向啊。但是有一句话提醒了我，有一棵树如果它要很茂盛的生长的话，一棵树它的树根就要抓得越深到黑暗当中。所以不是说正向你就忘记了人是有阴暗面的，我们应该要把树根抓进去，你更有力量把树根抓进去，你是有力量的。所以我希望这个可以给到大家力量去做同理的这个功课。嗯，谢谢你素云。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一起守护生命，谢谢你们的陪伴，谢谢谢谢大家。